大家好，我是小小猫呀。今天我在音效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就是我们的这只猫看着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的阴影和眼泪都打开，现在出去看一眼。好了，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难道是黑暗猫咪？这么大，好害怕！前面难道是它的眼泪？换成男主看一下，哇塞，离这么远都能看到，黑漆漆的一片，欢迎评论补充。